Tôi cũng không.50%应该还是有的，应该在60%到70%。这延迟这么大？刚才没有这么。好，我接了电话。嗯，你退出再进可能就好了。10秒，现在是10秒，看那个钟。嗯。你退出再进可能就好了。对，10秒是正常的。10秒，现在是10秒，看那个钟。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呀。你这样，你围绕这个磁砖胶把它发散四围，是吧？对。磁砖胶它有卖磁砖胶的，有生产磁砖胶的，然后呢，有给这个磁砖胶提供这个原料的，咱们是提供原料的。啊，他买生产磁砖胶的人一般比较关注什么？他为什么买咱们家的？咱们家的有什么性能？增速剂磁砖胶分什么种类啊？泡水啊，现在砖为什么不泡水啊？以前用了什么水泥？现在用什么水泥？就是、瞎讲呗。标准是什么？对，你得说。嗯。对，这相当于过度词汇。你说出啥了，你就往你熟悉的领域去靠。这相当于过度词汇。回来我整理吧，先让我问你，咱俩聊天。回来我整理吧，先让我问你，咱俩聊天。没有回声，不见。结果我们去上。然后呢？几号？对，你看现在已经超过了20分钟的标准，但咱们依然达到这个程度的这个粘浆率。在25分钟时，我们的粘浆率依然在70%。已经施工性能还是得到很大的保障。已经远超标准要求。对，已经超过标准要求了。接下来就是30分钟了。嗯，如果到达30分钟，那我们的磁砖胶就是满足了 E 的要求，磁砖标准中 E 的要求，即开放时间达到30分钟。嗯。好，大家觉得30分钟我们的粘浆率能达到50%吗？觉得能的话，打个能啊。给大家看看我们实验室外边的羊啊。Goat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means我们的实验室是 Goat， 就是最佳的。嗯。买整柜送全羊。哎，这还是挺合理的。啊？咱送点大白菜，你们刚韩国那边客户。买一柜，送多少吨大白菜？他们正缺着。我操！这个苍蝇落在苍蝇拍上了，是挑衅吗？死了，没死。是落在挑衅。70分钟。